鱼叉网路温泉所在，至台北北投区有。天冷自行前往，坐捷运去陈洪线至新北投站，出站最感饥饿，速至温泉拉面店。白汤叉烧配温泉蛋，此乐何极？满足口腹之欲，鱼友精神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轩。因东北季风将至，寒气进逼，绝恐甚。今预告知乡里免费废泉所在，出捷运站沿中和街直行，千步之内，复兴公园泡脚池线。鱼兴奋至极，遂去鞋袜，欲入池中，岂料一妇人惊呼：“同学，你要先去洗脚。”鱼惊恐，立马冲脚复入，顿觉通体舒畅，好工作于九霄云外。此乃两大一小池，源自地热谷泉脉，属酸性硫酸盐氯化物泉，乃世上鲜有优质废泉，泉色清清，故得青黄之名。40度温水洗涤，几望寒冬。复至泉院路陈小七，下轿闻潺潺流水声，便至泉园公园泡脚池园区至。此乃首都首座免钱废泉，与复兴公园同一泉源，所以为青黄温泉。系因池设计颇有王逸少《兰亭集序》所述流觞曲水意境，阿轩甚爱之。近源头泉水越烧，客随喜好择位。离捷运站稍远，但人少清幽，三五好友赏美景，谈笑风生。更近1.6公里，草木有声，车内冷气有凉。下车左右两旁多停车位，复前行上阶梯，双目为之一亮。前方白气50余道，皆从地底腾积而出，盖周广百亩间，是一大废货。鱼烂此境与永和之感合一气，未尝不灵魂赞叹，遂作阿轩北投泡汤记。然苍然暮色自远而至，急退百步前往废泉。免费温泉鱼见之喜不自胜，酸性硫磺盐泉，黄白色水乃所谓白黄，传具舒缓关节护肤功效。众人虽互不相识，但相谈甚欢，或心灵形式与万化冥合，不知日之入，老之将至。欲知阿轩下集内容如何，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。欲穷阿轩片，点击资讯栏，古文造诣更上层楼。